Hello， 你们好。OK， 刚刚说了这个编排的歌曲说也很用心，然后呢，刚才是他不懂会突然想起你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某一个 moment， 某一个时刻，忽然间觉得特别需要对方，会突然想起对方的时候？有过吗？嗯，突然需要对方，比如说站在这儿吧，我们两个站在这里，不是突然会需要对方，而是说一定会两个人一起，必须两个人一起站在这里。对，也就是说，我这个咱们家人的自己这个舞台，只要有我，必须有大鱼。如果有大鱼，必须有我。你有没有哪一个时刻或者某一个瞬间觉得特别需要王鑫，或者这个时候觉得说他要出现，拧不开瓶盖的时候？啊，拧不开瓶盖的时候？真的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你呢？你讲讲什么时候？其实我这么说吧，我们两个，大家认识我们两个一直到现在，其实有好多东西，有我就必须要有他。是。是我们两个是不能分开的。当你们不要想歪了好吗？我们没有想骑乘。来吧，就这样，我就这么说吧。就是那天我们去圣者要走红毯，知道吧 ？OK。在走红毯之前，我们有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我们有就是会照顾我们的人。但是当走进红毯走进会场，我们两个只有彼此啊，只有彼此，那个时候就相互取暖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是我自己的话，一切都要靠我自己，但是是我们两个，我可以给他看他的妆容，他可以给我看我所有所有不好的地方，我们两个一定要互相扶持着这么走啊。还有一次，上次可能有的人没有注意到，就是不走那个盛典，我们从嘴唇上下来的时候，我没有看见后边的路。如果没有大雨，对，当时真的是，如果没有大雨，有可能直接就摔下去了。哦，所以其实形容一下，就是有的时候你们是彼此的镜子，有的时候你们又是彼此搀扶的那一个支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能说，你们只能白头到老。我被你们带坏了，我以前主持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好了，民政局又在旁边四百米开外。OK， 开玩笑。好，接下来还是要回来了，因为是我今天有很多的游戏要来做。